可恶，被小表妹包袱关进监狱里了。哼，就这小小的监狱还想困住我，想得美，看我逃出去有你表妹好看的。快到点名时间了，穿好衣服洗洗漱，附近箱子这么多，肯定是留给我的啦，都拿走好了。玉涵，我的箱子里面有不少的星星礼盒和道具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谢谢你，祝你早日期满出狱。要点名了，迟到可是要罚做事情的，一出来到处都是狱警。总算是找到了点名室啦。怎么迟到了？不好意思，我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。玉涵，我们的东西都被没收走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们找找？没问题，为了打好跟狱友的关系，我就都接了，谁让我助人为乐呢？哼，小声嘀咕什么呀，你这新来的去打扫他们的房间。我这就去，先去打扫卫生是不可能的啦，先把这里的地方啊都给没收了才行。工作室、洗衣机，刚好这身上有不少的脏衣服可以洗一洗呢，洗衣服可是需要好多钱的。想挣钱就到旁边挖石头。原来这里就是监狱包工头了，挖够十个石头就能够获得20个金矿，这么划算，我干。那十个石头，这下我就要80块钱了。洗衣服就不洗了，说不定省下的钱还能够有用呢。我发打扫的地方就在这里了，怎么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呀？嘿，居然敢趁乱打我，一定是小表妹派来的奸细。看我找道具，把小表妹的眼线都给干掉才行。食堂有了小刀和叉子，现在还是午饭时间，先吃饱才有力气。偷偷躲在门口旁边，就是为了监视我吧？看我用塑料叉子解决你们！打晕一只，收获了警棍、钻石盔甲，还有牢房钥匙。居然敢干我兄弟！看来你也是和小表妹一伙的啦！简简单单，这里还有一位小表妹的同伙，那我肯定也不能够放过，避免走漏风声。刚好狱友的任务也完成了，这下12娘还能够获得报酬呢。要想怎么逃出去，大门口的环境也要熟悉熟悉。替大门口拦着的是钥匙，没错啦。奸细掉过的钥匙是假的，可恶，那就只能够另寻他法了。传送门要塑料钥匙才能够通过。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对了，房间还没有打扫呢，让开一下，让开一下。吼，总算挤进来了，这不是给没收的道具吗？可以用这些道具来合成。塑料钥匙是需要纸张合成，天助我也，这下就可以去神秘的传送门里了。哇塞，这里居然是兵器库，还有螺丝刀、警棍、镐子，应有尽有。这罐子里还藏着一把手枪呢，太好了，子弹也不能够放过，这下鬼神也留不住我小玉涵啦。回牢房睡一觉，总算天亮了。昨天获得不少的材料，可以合成一把脆弱的镐子，两把脆弱镐就可以合成一把普通镐，这样下来我就可以直接挖出去，那也没有问题啦。材料不够就和狱友换购换购，再谈谈买点，反正我小玉涵逃出去也用不上啦。有了足够的材料，就可以换一把更加坚固的锄头，轻松挖开墙面。我思来想去，这么多小表妹的眼线在这里，肯定有蹊跷。果然，只要把这里挖开，就可以轻松逃出去的。想逃走没那么容易。可恶，肯定又是小表妹的眼线了。人多势众，我还未必打得过呢。因为早饭也没吃，所以我这浑身也使不上劲。只有多吃，才能够有力气跟小表妹的眼线抗衡。我可不死心，想拦住我逃出去是不可能的。我现在是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，来一个打一个。我就知道你们一定都是小表妹派来的卧底，挖快点，只要我挖得快就能够逃出去了。挖掉了，快逃！什么鬼，居然还有表妹的守卫在这里拦截，这时候我的手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，趁他们不注意放倒他们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冲啊，快快逃到车里面去，开车走人。小表妹你给我等着。